县长还有各位县长的长官来宾们，大家好。那现在就带各位一起来湖东寻美。那这一条路径是学生上下学必备的必经的路程哦。视觉感受上更为明亮，更为简洁哈。好，好，那前面这一间是我们社区共读站，也感谢县府挹注经费，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美丽的阅读空间。老师厉害。要谢谢我们设计学院，因为我们之前衔接到设计学院，那开始从我们县政府的主管员工一直到我们学校，那让设计学院的一些设计理念能够让大家更理解，透过设计可以让生活能够更美丽，能够让生活更方便。那特别谢谢我们年轻的我们的这个永哲工作室哦，张设计师，他非常的这个用心的把整个的场域规划得很好。那把我们过去，如果你使用前使用后来看的话，真的是天差地别。我想这个地方会吸引很多的孩子来学舞蹈。那这变成多功能，除了舞蹈之外，也可以让我们美术班的孩子在这边有展览的空间哦。那衔接到我们外面的这个穿堂，那一连串的这个起来，让整个学校的一个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。我想气氛好，也让孩子们的学习能够更好。那谢谢我们教育部，谢谢我们的这个上田旅业，也谢谢家长会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的支持。我们整个包括县政府的补助，总共是360万哦，那可以造成这么好的一个效果。那我想美育美学的这个部分，连续从110年开始，也很多学校在做相关的一个竞争型的一个这个争取哦，我们会持续。那2025年我们会来举办这个设计展。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做相关的筹备，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单位、社区大家一起来响应。
让我们彰化能够呢美美的，让我们彰化能够更把自己的气质也表现出来。首先要感谢我们县府长哈，今天特地来湖东国小跟我们鼓励，那也感谢县府一直以来对学校的支持，那感谢台湾设计研究院给我们湖东国小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可以把美扩散，希望这就像一个美的核弹，能够爆发出美的能量，让美能够更拓展。那也感谢上田铝业对于我们这个选美美学的一个教室，能够无尽的付出，然后来捐助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铝门窗，让我们的环境更美好。那再次谢谢大家。把我们跟活动中心穿堂的一个连接性打开，那也很感谢风光 AI 窗，也是彰化在地的上田铝业赞助我们所有的铝门窗。那最后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明亮，然后可以因应动静活动的一个开放空间的场域。那希望让学生从小就有环境教育，让他养成基本的美学素养。谢谢。彰化在地。